安利亚不穷的、啊，我回来就是回到国际拿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机器人的合约啊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律师跟我们办。哎，我先去拿东西。哎呀，姐，你这么厉害，若那个无人理发机投资成功的话，那就叫联合华资无人门啊，就叫福满楼无人理发机。哎呀，你什么土气？你以为是茶餐厅吗？哎，我不跟你讲了啊。哎 ，OK， 啊，进完进啊，拜拜拜拜。拜托，可以脱下来了吧 ，Miss Fashionista， 你今天又走哪个 style 啦？你喜欢啊？送给你咯、不用了，你还是留给自己用吧。我喜欢长款发型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介绍的这个茶餐厅哦，环境还不错，还有那时候你介绍的什么特地点心吗？是那个 Rainbow Rose Cake？ 是。Two cups of black Arabic coffee, rainbow rose cake. Rainbow rose cake, huh? Is it fresh flower? 您可以以华语说吗？ What? 你没有搞错，你连英语都不会说，那你来这里干嘛？干嘛？看我吃掉你啊！我们大老远就是跑来这里吃你们家的 Rainbow Rose Cake， 你不但没有告诉我有什么好，有什么好，还想赚我的钱，你打抢啊！对不起，什么对不起？对不起什么？你连我在讲什么你都不明白，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人还在这里做工，我看你从哪来的还是鬼没哪去吧？哎，走走走，我们不吃了，换个地方吧。我请你，我们去那个海景茶餐厅。走走走走走。就是管不管不倒你的，为错还在这边做，害到我心情不好了。什么？考的你？严重吗？班长，你陪着他啊，你陪着他，有什么事你向我汇报啊，马上啊。发生什么事？出事了，前阵子吧，不是叫那些中国的专家来吗，帮我们那个。技术工来跟我们调降一下机器嘛，我不知道怎么调的，调到都挖到他眼睛了。那严重啊？不知道嘞，我叫吴经理陪着他，现在去了医院。谢老板来看我，恐怕我们的项目调试无法如期完成了。哦，哎呀，不要紧，十天后复诊拆线。哦，那正好了啊。不过呢，给你提个醒啊。就是呢，我们千里迢迢把你请过来，你们就很努力啊，有些事你要小心一点，就不要给人家送回国了。嗯，我怎么会回去呢？哦，这个呢，就要看那个医疗报告怎么写了。那这样吧，你检查的时候啊，就说没事没事哈，都是皮外伤，报告责任就不会把你写成重伤了。你还可以留下工作，明白，明白就好了。好，休息啊，没事了。谢谢。Jasmine，Yes ma'am， 你泡的茶还有吗？这个也是第三杯了，如果一直这样喝下去，今晚就睡不着了。哦，是啊。Jasmine， 谢谢。一位病人，十天前来急诊做手术，今天复诊，伤口愈合很好。检查眼睛时，病人。反复地强调他的视力完全不受影响，可是这跟医学检验报告不符，最后他才承认他的视力大受影响。追问他为何说谎，他说啊，是为了配合老板他才谎报病情的。他的视力啊，他的左眼视力啊非常低，几乎模糊。他之所以说谎，是担心重伤不可以留在新加坡，完成不了他的科研项目。好可怜哦。是啊，若按着轻伤处理，所能报销的医药费啊，只有1000多。他眼睛视力严重的丧失，令他担心，这后续的医药费啊，不能给报了。现在呀、才知道啊，这都是老板为了逃避
大额的医药费。怕怕哦，还好我没有这样的老板哦。唉，我想资助他，让他好好的一病。Man, you very good 啊，基督徒真好，我好感动哦，这样的爱。你常说耶稣爱我，是的，耶稣爱你，早就盼着你跟我去教会了。你知道我们那些替你为你祷告的那个弟兄姐妹吗？都想认识你，认识你这位又能说华语又能够炒米粉做得好的这家政府帮手。谢谢，都是婆婆家的好。那你也早点去休息啊。好，晚安，晚安。哦 ，Mama， 我可以不可以带我的同乡苏子一起去呢？当当当，欢迎欢迎。好，谢谢 Man， 晚安哦。晚安晚安。怎么搞的你？怎么地又有五个人感染病毒？哎，这样麻烦了，已经延误了，你明白吗？老板，老板，没有接事。又什么事？这是轻度工伤吗？钱都给了他了，还有什么是问题？是重度工伤，智力丧失了68%。怎么？他说要求报销的医药费可能估计57CD。57？真麻烦。哎呀，走了，我就走了，走了。你哟，还是我开车吧。虽然我们车的技术不好，但是你喝了红酒哎。那几个大老板就在呱呱叫，你要退伍？好了。哎，真的不知道怎么搞。啊，还要57的养香槟。哎呀，主啊，怎么那么帅啊？主什么主？你主动帮成什么忙？哎，不要跟我在这里提这个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你的主啊，他给我500,000吧，他能给我57了，我就哈利路亚了。怎么都怪我啦？难道都怪你吗？一天到晚都是不是你来说这个什么礼拜机器人的？好啊，现在怎么回事呢？现在你看到吗？问题没有解决，又有什么问题了？你小心啊，你过线了！你不是不喜欢我这个 style 的吗？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以前很喜欢开玩笑的呀，怎么了？没有了，我只是头上有疤痕而已。你的头受伤了？疤痕在这里。哦，你被家暴了？哎，不对呀，你们夫妻一向很恩爱的呀。我的爹在2个月前因为车祸，他走了。可是我宁愿走的是我，都怪我。我的驾车技术已经不好了，那天还不好好开车。为什么像说走就走？如果真的要走，我宁愿走的是我啊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，但是我确信如果是我走的话，我一定会回到主的怀抱里的。可是我的爹 Rose 怎么办？我的心真的很痛很痛啊。都怪我，当初他生前的时候，我不横切迫切地为他祷告，带他信主。我自己的人生也是，我只求上帝赐给我财富，我没有求生命悔过。我真的很后悔啊。好啊好啊。还有你记得吗？那天我们来这里的时候，我还对那个试衣生大骂了，真的很后悔。你不要太自责了，你要保重你自己身体啊，节哀啊。谢谢你，上一次的事，我要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天主亲自安慰你。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姐妹啊，
怪不得那天你没有骂回我。对不起。啊，我们现在就是要点那个彩虹玫瑰蛋糕，还有两杯的那个阿拉比卡黑咖啡。好的，谢谢，请稍等。好。祷告吧。姐，你应该告诉我你的行程嘛，好让我去接机。是啊，你看我搬来这个纸屋，你也不好找吧？不会，照着你给我的地址啊，再叫一个车，没事的，好找的。OK 了，姐，你要吃点东西吗？楼下有food court。嗯，不用，我刚才在飞机上吃了，我同事想要去洗一下。哦，好啊，浴室在那边。好。这是你爱喝的白茶，还有西湖龙井，外加一本好书。哇，谢谢姐。不客气。哦，对了姐，我记得这款菊花花茶是你最爱喝的。谢谢你。嗯，好喝吗？嗯。怎样，你还好吗？嗯。哎，那天收到你的电邮，整个人真的是晴天霹雳，恨不得马上飞过来。可是你知道这段时间啊，疫情整个手续啊，出国很麻烦，办了起来这个已经拖了两个多月了我才飞来。嗯，对啊，所以真的谢谢你啊姐，你真的不怕疫情飞来这里陪我。尤其刚出事的几天，若不是你每天通过视频跟我一起祷告安慰我，还有加上教会牧师弟兄姐妹的探访和陪伴，我恐怕，我现在看到你，我也放心了。你在读经吗？哦，对，就是自从李比他突然走了之后，我想了很多。我也终于明白你十年前为什么会这么坚决的回中国宣教，还辞掉在南大助教的机会耶。当时姑父姑妈还坚决反对。那时啊，我真的是让我的父母亲非常的寒心，我当时的他们也真的是很难明白，辛辛苦苦培育我出国念书，还拿到了博士学位，甚至还有留校高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可是我就突然间说回乡就回乡了，还去做什么无兵教师，甚至还去建教会。哎，不还好，现在他们就不一样了，他们信了主之后很积极的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，他们还常常跟别人说我是天父差派回去的小天使。哎，对，刚才你说你终于明白了，你又是怎么想的呢？哇，当然是跟姑父姑妈想的一样啊，你是小天使，天父早就派你来，在我的生命关爱我，教导我，鼓励我，还有激励我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当时我也真的替你不值哎。当你说你要奉献自己做宣教士时，你大学的几位同学还说什么为什么要为你这样夺了他们留校职位，抢了他们高薪饭碗的人奉献金钱呢？结果啊，你就直接辞职回国，把高薪留校机会给了他们。姐，我知道那时你是对宣教有负担，也对姑父姑妈的灵魂有负担。你常说自己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是天父特别托付我们的，所以向他们传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很特别的责任和负担。真很后悔，这十年来我没有为我的配偶尽上传福音的责任。姑妈，真的受你的影响信主了，真好啊！感谢主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也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家乡的人也一起蒙受恩典。哎呀，可是姐，我到现在还是后悔。
圣经说啊，忧伤的灵神会不清畅。阿克的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教会也有一位姐妹，她很敬虔爱主的。她每次在小组总是流着泪，为着她远在美国公干的先生的救恩祷告。连她在家里的女佣啊，这位姐妹也向她传福音耶。而且啊，她在职场上更是有美好的见证。这件事还登报了。就是上一次邻里公司的技术员工远赴受伤，就是这位眼科医生姐妹发现了病人隐瞒病情的原因。后来啊，那位病人还得到不少的资助。这位姐妹也邀请那位病人来教会耶。在职场宣教又能够活出一个服侍人的一个生命的见证。对了，你那时候接受我的这个神学院网络课程，我已经报名就读三个星期了。还有你那天说12月7号到10号的宣教无国界精灵营，我已经报名了。很好啊，要受差遣，不只是要有新生命新生活，还要在真理上装备，以及好好的受装备。这也是我的心愿。对了姐，你要不要午睡一下？现在看都已经2点了，你早上又那么早飞来。我不困啊，我为你高兴，你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。那姐啊，既然你不累的话，我想弹唱一首赞美诗来敬拜主，也向主献上我的心愿。